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回味经典系列，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这个栏目了。那回味经典系列呢，我会以Hasbro 呢，大概在2010年到11年左右的一个经典3.0 Reboot Shield，还有当时电玩的 Wolf Cybertron 这三个系列里头呢，去挑模具出来给大家做分享。一般来说呢，我会结合一下。现在最新的官方的一些新闻，来挑模具啊。那，像最近的话呢，Steelers 系列要推出大黄蜂独立电影的这个 Voyage Class Sailway，那它的一个载具形态是大家讨论最高的。但其实这个载具呢，也不是说乱拼凑啊。那有网友呢找出了很久以前一个变形金刚的漫画，那里头有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啊，所以还是有所本的。那我们今天挑的这一款呢，是 Wolf Cybertron 电玩里头音波的一个载具形态。先前有给大家做过正变了，所以这一期的话，我们会以逆变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分享。它是一个赛博坦上面的一个算也算是属于战斗型的车辆吧。前面有富有侵略性的獠牙，两侧呢没有联动啊，是要单独分开的。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把它给延伸出来。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上面是我自己有做一些涂装的，而且我喷了一个消光漆之后啊，关节的紧实度都变得非常的紧，所以为了录这一集的节目呢，我还特别用吸油呢把它一些关节弄松一点，不然我根本已经推不动了。那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它给打开，隐藏了两个这个炮弹。那这个炮弹的话呢，要拿出来的话呢，是稍微有点偏紧啊，有时候还不一定摇得出来啊，稍微的去把它给挑一下啊，看能不能顺利的把它给挖出来。这个，因为呢，本来它就已经是偏紧的状态了，然后呢，我又上了一个吸油之后啊，它就会更加的紧实。各位可以看得到啊，是以这个凸的这一侧呢，对应它的一个侧边啊，就可以把它轻松的给卡在体内。然后扣的时候呢，我们在载具形态下，我们可以把它给扣在车子的两旁。这个完全是属于有加分的状态，甚至我觉得在车辆形态下呢，把它安插在外面，可能还会再好看一点点。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弄得更加有侵略性，就把它全部都往前面弄出来吧。轮胎的滚动性的话呢，其实还不赖啊，但前面这个的话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多重关节，你就自己去调整一下，有时候是可以推得动的啊。那弄得不好的话，就是会互相干涉就卡住了，但是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了。那么呢，它的话呢？这在电玩里头，我看过有人剪过一个画面，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收音机的一个形态。如果你要弄出那个形态呢，也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先把后腿给解开之后，保持这个形态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腿啊这里翻折180度啊，就是把这个圈破口处是转到朝上，再把这个脚呢给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然后腿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把它给解开之后，足部的话呢，也是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折。那因为是一个，这是算自己脑补的一个形态了啊，它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么变，但是，形象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重点就是这个地方翻折上去，然后把它给往上面掰上去，那稍微放一下，基本上它是能够站得稳的啊，因为它的一个底盘啊什么的，就是这些部件都还蛮大的。就可以变成一个类似于是收音机的一个状态。那你这个如果说你想要让它不要那么明显，你可以把这个部分给推进去，或者是往前面推啊，应该往前推一格，好，OK 吧？这样可能会更像一点。我是有确定看过那个片段啊，在网络上有老外剪出一个影片啊，就音波从机器人变成这个样子，非常像了。从正面来看已经很像了。从后面来看，当然是乱七八糟啊，没有任何的，就是一个人做瑜伽啊。但变形金刚玩具做瑜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我们的话呢，就接着呢把它给变形完成啊。那如果从车子变成人的时候呢，这个脚踝是要转180度的，没错。那么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个倒钩，它要卡进那个洞。那卡进那个洞的话呢，这里有个弹簧，弹簧会自动把它往人的内侧去推。我们要把它这个凸扣进这个凹的话呢，必须把这个弹簧强行的把它往前面推一点点，然后才能够把它给扣进去啊。如果你没有强行把它往内推的话呢，基本上是扣不到的啊。这里各位知道一下也就行了。那这个弹簧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还是有了啊，它对于脚的一个线条的修饰还是有用处的。那这个时候
上半身的变形会更加的简单。好，我们从这两侧把它给分开。那我还是一句话啊，这个我这个玩具已经很多年没有去把它变形了啊。它的一个关节都非常的紧啊，因为主要是上了保护期啊，你看它上面有一些白色的粉末啊，它都会造成我这个玩具的一个关节啊里头都会有一些，就是会多了一些填充的这个东西在里头，所以它的一个关节啊什么会变得非常的紧啊，包括这一代我都是特别上了细油，不然我根本就转不动它啊，非常的紧。来，这个地方反折，把这个轮子放到后面去。然后呢，它的这个手臂啊，它的手臂在变形的时候呢，靠的是这个地方有个开口，它来实现一个不用双动关节也可以把这个手啊给转到头顶上的一个变形方式。那我们把这个镜头啊稍微去拉一下，调远一点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人形的话呢也是非常孔武有力的感觉，不要说孔武有力啊，就是非常有型的一个造型啊。我要说一下啊，它的这个髋关节啊，说真的啊，照理说大家髋关节都是拼命把它补强的，那只有我今天还特别把它给弄松一点，因为它实在是太紧了。那后面这个两个轮子到后面去之后，它是没有得扣的，就完全是露在后面啊，也是有一个造型。然后我怎么觉得呢，以前没感觉，现在怎么觉得它好像是有点驼背的一个线条啊，从后面来看，对不对？有点就是低调的一个参谋官，我这样说也可以吧。然后就变成如此这样。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侧有这个武器。那以这个武器来讲的话呢，有一把武器是可以伸出来的。那这个可以伸出来的家伙呢，当然就是拿出来用了啊。好，那么另外的话呢，有一个这个也比较类似于这个音波的一个肩炮，肩炮就扣在这一侧，它只有单边可以扣。那毫无疑问，我们就是把它给扣上去。好的，那么呢，这一款来自于电玩系列 Warp Cybertron 啊，不是 Follow Cybertron， 是 WFC 啊。尽管现在也有 WFC， 但是在我认为来讲，之前这个系列才真的叫做 Warp Cybertron， 它是一个电玩系列的音波。那人形一样，线条啊完美，配色完美啊，当然我自己涂了颜色啊，说自己完美不好意思。那后面也没有什么偷胶的状况啊，一整个就是好看帅气。轮胎啊，虽然有狂派虽然身上有轮胎的机器人也不多了。那么呢，现在的 SS 的最新的那一款呢，它的一个尺寸是 Voyage Class， 但是看起来就还原度还蛮接近电影里头的了啊。但是我相信如果以音波的玩具来讲的话呢，你这一款如果有机会的话啊，我相信它会是你非常珍贵的一个收藏。那今天的话呢，就顺便啊聊聊老模具，聊一些新的官方的一个产品新闻。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